好，那么您的画面我稍微切过来一下，这里哈，我们刚刚跟各位提到，就是像 Icon Finder 啊、Open Clip Art 都是蛮不错的哈。您可以从这边，比如说像这个 Icon Finder 的部分，这个是 Present 的，这是另外一个，这个的话是那个 PDF 的范本，好，所以如果您还有缺范本的，请来这边找一找也不错，免费的。范本您记得关键字是什么就好，就是 template。好 template，所以如果你要找 PowerPoint 的，你就找 PowerPoint template。好，那我刚这个网站呢，我们是主要是说，如果它上面还有一些 PowerPoint 的简报在这里，好，有没有？你就可以去找一找，如果有你喜欢的，反正 PowerPoint 嘛，闲用嘛，只有这么多而已啦，没有很多嘛，哈，2万多个而已。至少都比你用微软的好一点点哦，不然每次都用一样的。好，那我们再看哦，这边这个 Icon Finder 这个呢，您除了直接给关键字，也可以怎么样呢？直接用这个浏览的，它有帮你做好很多的分类，好，做好很多分类，所以你可以去找找看有没有你喜欢的。比如说像这一类的，假设你比较喜欢的，你可以从这边进来，好，找到你喜欢的，有没有？重点是各位都看到上面有什么？是 PNG，这是最重要。我们刚刚讲过嘛，Clip Magic 虽然好用，但是每个都要用的话，也是很累人的事情，对不对？所以找到的你喜欢的，像这些都是很好的那个授权的。就是那个什么，就是图库。那如果说你很在意，就是它是不是那个什么，就是有创用 CC 的哈，你可以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它上面都会有写。这一个，这个没有写，我们看一下 GIF，从这样找好了。没有看到，因为正常来讲，上面应该会有一个，它会有就是授权的方式哈。我看一下我这边这个，在这里。OK，好，那它这边可能现在有做改变，那没关系。那我们来看另外一个哈，另外一个是那个这个 Open Clip Art，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，那这个就可以确定是真的都那个哈。免费的，比如说这只金鱼，对不对？那你在这边，它本身是一个向量的图档，向量图档哦。那您可以直接在这边打解析度，如果没有也可以，就直接按 PNG，直接它就会下载下来。你就可以直接把它下载下来，像这个都很大张，重点是 PNG 去背好的。所以你在上面虽然看起来好像没有去背，实际上你放进去是去背的。所以你看我把它先存下来好了哈，好。那我拿到我们的这里面来，真的 OK 的，有没有？你看有去背跟没去背真的差很多吧？好，所以你会找到这些资源的话，我们再用就会比较好用一些哈。所以这个是跟大家稍微说明一下的哈。您可以看那这边去背服务就不用了哈，去背服务就。我们已经用过了。